任务，强化装甲不够，睡眠舱，双人床，好，现阶段什么都不够。安，哦，死老鼠吗？把刚才找到师傅给他，给啦，给啦，给啦。可是我没有睡眠舱啊。本来以为我们有不少食物，不过日记老师就把食物吃光了，你懂得，老鼠是血肉之躯，活着就是会犯，怎么像犯贱啊，活着就会犯饿。选择一只老鼠，它饥饿度到，一群挨饿的老鼠是不可能找到黄金箱的，你一定要注意吧。如果有重要的东西或者想交易的物品，一定优先喂饱你的老鼠。哇！我们刚才召唤的老鼠拥有一项技能，老鼠可以在不同的房间里面执行各种各样的工作。有的老鼠通过从事某些工作会学到技能，拥有技能的老鼠在和他们技能相对应的功能更高。你分配拥有的哦，工作台，抓起这只老鼠。这是，这个是缺氧吧？床欸，床要怎么来？拆除梯子。平原女王的号，平原女王号的沙虫映入眼帘。很久以前，大逃亡年代，这艘船从天而降。我们看重点好了。传闻你就可以打听各式各样的游泳情报，比如说你可以得知我们某日无法住的据点位置。哦，还是要看哦。等一下哦，哇，这只快死了哎！工匠长天才。好啦，做任务。还有什么？铁皮要八个，不可能啊！奖励燃料跟资金，电线我也没有。接受。不是啊，
可它动吗？哎、欸，任务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它好不方便哦，不然 ASC 哎、欸，铁皮要八个，铁皮要八个，铁皮要八个，添加任务，铁皮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合成奶酪，他快饿死了，他食量这么大哦。哎，我那么多哦，白痴哦，那分一分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喂他吃？嗯、啊？哎、欸，好难弄哦，怎么用啊？等我，我研究一下哦。安安安安，现在在研究游戏。这里，然后嘞，尚未分配，尚未分配，已分配，尚未分配。没钱呐、啊！哈喽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应该后面先不玩吧，好头痛哦！先搞懂怎么玩吧。他干嘛？负的负哦，他自己吃啊、哦。哦，那我不用担心了啊，害我担心半天。啊、你睡爽没？还在睡？添加任务，四个了。废品没了，不够。哇，不够哎、欸。好啦，只能出发了、欸。添加任务，不是。引擎不是，地图，不知道、啊、难道我都要接吗？感觉这个电线。
后嘞，去下个点，我怎么去啊？嘿，床我刚刚好像有看到自己做不够，不是啊，可是床在哪做？哇，我是要重开啊，不然我好像都没看到欸。我觉得不妙，卡关了，就有点难操控欸。不是，重点是我要怎么离开这里啊？任务，添加任务，执行。往回走吗？看有没有废料捡。哎呦哎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反正我现在先赚钱嘛，赚钱然后买情报才要把怀表卖掉嘛，我舍不得卖。还是我要重玩啊，不然这样子没办法下去欸。是要抓你啦，走开啦。老鼠被暴毙死掉啊。没电线啊，耍我。哪一个？任务扩充电容。添加任务。工作台能做什么？就一些基本零件啊，你看铁皮、螺丝、铁管啊，修理这些就没办法做了。拆解工具，
我等一下来做这个好了，拆解工具。交付。那再来，我们有900多块钱，燃料也满了，然后电线做不了嘛，我们就先做这个。这个添加任务，然后执行。安，有啦，稍微懂了一点点。房间，哦，你最好是吃完给我睡，睡完给我吃哦。哎，吃爽没？工作啦。哎，有了，多好多，有电线了，电线。重复，添加任务。安。做什么？钢琴线、发条、橡胶管、木材、线圈，是线圈吗？还是电线？欸、要修哦，我不会做错吧？哦，电线，电线，不对，是电线，我做线圈吗？电线啊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床要怎么来呀？睡眠舱工作台，请在玩什么？上面有。橡胶管、铁管，铁管能做吗？铁管，铁管。可以，低级废铁。低级废铁，铁管。两个，铁管两个，铁管，铁管，之心。橡胶管、铁块，橡胶管、铁块，要高级废铁。砖块五个，哇，好麻烦哦！吃有来吃过了，吃过了。铁管哦，铁管、螺丝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内容低级废铁啊，给我高级废铁啊！